长，该不会你其实想要主持很久了吧？接下来这位表演的同学，听说他跟谣言社的安启凡一样厉害，又会读书又会玩音乐。哎呀，没有。今天这位同学呢，叫做帕拉，直接被无视。好了，那个帕拉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社员的组曲，就让我们一起用掌声热烈的欢迎帕拉出场。大神，等一下，现场就交给你喽。我，走。刚刚他们在练习。发现前面照到，发现后面。